通谋倒退中的 A 加侦探啊，郭富城加张家辉会产生啲咩化学作用呢？我查空晒网咧，破网率就极高嘅。我叫你查，你就系做验仔。等于杀人犯硬碰 C 加侦探咁公式化咯。侦探家辉搣唔甩嗰种草根麻甩味，始足前作杀人犯，但久唔久散发出佢嘅自家幽默感，都好过睇郭富城 N 次揭丝底里嘅演出啦。虽然两个够落力，但系就各有各做，冇乜默契。呢套传说中嘅 A 加侦探技巧上无疑比同辈港片高班，但系经过前两集嘅 C 加，层次上相当重复，仲有啲倒退噃。尤其是结尾嘅插曲，完全系自圆其说，冇新意。彭顺导演嘅一成不变就要记大啩。影评人敬王就俾三个 like， 仲叫彭氏兄弟趁有啲余威，快啲改戏路啊！